到了。胡静应该也已经回来了，你要不要进去坐一下？不了，我刚跟他吵了一架，现在他应该不想见到我。我觉得你会不会管得太多了？我看得出来胡静他是很热爱赛车的。男人玩赛车都很危险，何况她还是个女孩子。也许我是太紧张了吧，答应过朋友照顾好她。你知道我不会食言。我知道你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，可是我还是想劝你神经不要太紧绷了，放松些。那我进去了。不要吝惜给旁人温暖、有力量的拥抱。对啊，我回来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做过了。本来这段时间有一些烦恼和不开心、不顺心的事，但你的拥抱让我又有继续前行的力量了。谢谢你。知道你像什么吗？像照亮别人的小太阳。胡静的个性还是孤僻了一些，不过我是希望你作为他的室友能用笑脸感染他。嗯，我一定会尽我所有的力量去改变他。